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待人接物的言谈、设立道场、事业机构的彰化，希望呢，这套书进来到我们彰化县，那这样子的文字力量、信仰的力量，是可以带给我们这个地方的安定跟祥和。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星云大师，今年2023年圆寂97岁的人生将近100岁。那他常说人生300岁，人生30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一天当5个人用，扣除了睡觉之外，每天都非常的精进在，做着弘法利生。常常讲把对师父的思念，最里面，所以395册，它是一个真谛。打开一本，或许在他的人生呢，他推动线路非常的顺利，也希望我们这个地方彰化县。谢谢那支持的支持，也感谢了。现在这次捐赠了我们星云大师的全集，还有世界佛教美术图书大辞典给彰化县政府。这对于彰化县政府来讲，也是一个文化事业非常宝贵的一个支持。那星云大师大家知道一生弘法，那把这个佛教简单化，让度我们更多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民众，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呢能够寻得到心灵上面的一个慰藉。65到70岁，我们在这段时间刚好有做了一个这个被绿球改变，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文化艺术的合作，让更多美好的心灵能够涵养在所有釜山市在文化教育、在彰化的推动跟支持，和官方跟民间书香传世，善美人间。我们一个赞，一样笑容。当我说彰化县政府涵养艺术，赞！让我们一起生活有书香，智慧永流芳。代表佛光山来捐助给彰化县政府，我们大师的395册的全集，还有佛教美术的一个图书。那这两份经典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是大师的这一些经典呢，都把他过去的演讲啦、一些善言呐、或者他的相关的一些理念，都集中在这395册4000多字里面。那另外的话，图书，佛教的美术图书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典，都是一些与佛有研究，然后对艺术了解的这些大师所著作出来的，那是非常珍贵的。特别谢谢我们佛光山啊捐赠给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大师，那在他生前这80多年的一个弘道里面，把这个佛教让他能够这个人间化，让我们民众都能够浅显易懂，而且推动三好运动，让大家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个三好运动继续向学校来推广，所以在这边也邀请大家9月21号，那来我们的这个演讲厅里面听我们觉培法师所做的三好培育更多优质的孩子们的演讲。好，星云全集395册及世界佛教美术图书大辞典。那呢，我想这两套书呢，对佛光山来讲是意义非凡的。第一套是我们的世界佛教美术图书大辞典，佛光山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网罗了1500多的词条。其实它是要集合很多的人力跟财力，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都动员起来。那它很值得所有的有相关美术的，您都可以来我们的县立彰化县立的这个图书馆，你都可以翻阅得到。那星云全集395册是我的家师星云大师在这一生的弘法近100年，他可以算是一个近代的百年佛教史。如果说您对佛教一知半解，如果说您对佛教很不理解，其实您来翻一翻其中一本书，或许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佛法没有这么难，原来佛法每个人都用得到。所以呢，这套书我觉得我代表佛光山其实是非常荣幸，回到来到我们的彰化县，因为毕竟我在彰化县这边服务，那其实我很开心能够跟县
惠美县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县民们能够来努力为这个地方来弘扬佛法，或者是安定人心，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也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够常常来图书馆翻一翻书，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平安。